大家好，我哋 S 零三名队啦。首先简单咁介绍一下议程嘅部分，包括咗业务摘要、业务板块受疫情影响嘅综合分析、财务业绩嘅综合分析、强弱机遇分析、可持续性实践嘅持份者方面建议方案及执行细节，以及最后嘅结论部分。首先，而家简单介绍咗业务摘要先。喺业务摘要方面啦，第一个就系综合物流服务，包括仓储同埋增值。而第二个嘅服务啦，第二个就业务就系国际货运代理。国际货运代理啦，运用咗空运、海运、跨境公路喺亚洲内部以及亚洲与欧洲之间来回运送。然后就系做咗主要嘅业务范围啦，有多元化嘅服务啦，包括咗医药物流啦，以及强大嘅亚洲网络，包括咗中国大陆、日本、泰国等地。然后嘉里物流嘅业务覆盖咗59个国家及地区，因此佢系一个覆盖国际第三方物流服务嘅一个供应商。而业务范围啦，都涵盖咗电子商贸、快递等。咁跟住落嚟就系讲呢个业务板块受疫情嘅影响啦。首先讲下国际货运代理方面先。國際貨運代理方面，疫情使到中國大陸生產同埋出口抗疫物品嘅需求急升啦。譬如話運輸抗疫物品嘅過程中係需要物流服務嘅，而同時喺綜合物流服務方面，零售業嘅生意慘淡，板塊嘅益利係下降咗29%嘅。呢個係源於封城同埋嚴格嘅防疫措施業務啦，譬如話有啲物流嘅限制等等啦，製造業同埋相關嘅消費活動變差，導致產量同埋消費下降嘅。所以總結而言，雖然需求急升，但由於封城同埋嚴格嘅防疫措施，所以綜合物流業務係收縮嘅。可以喺圖入邊都可以見到啦。2020年到2021年期間咧，其實嘉里物流嘅物流營運總共係下降咗大約5億港元嘅。而喺下一幅圖入邊咧，都可以見到呢一年香港嘅貨倉部分都係下降咗1億港元嘅。因為喺呢一年期間啦，其實香港嘅一啲防疫措施都比較多啦，咁所以都會導致到呢個貨倉部分係有所影響嘅。好，跟住就係到我哋嘅業務。財政業績綜合分析啦，咁首先我哋可以睇我哋嘅盈利能力啦。盈利能力方面咧，主要有三個比率嘅，第一係毛利率啦，第二係淨利率啦，第三係平均資產回報率啦。咁呢三個比率咧都係顯著咁樣上升咗啦。咁而毛利率嘅上升咧，意味著嘉里物流公司咧喺成本管控能力咧係有所提升嘅。而淨利率嘅上升咧，即係意味著嘉里物流公司喺2021年度佢係增加咗佢嘅收入啦。而平均資產回報率咧，亦都係顯示到嘉里物流公司喺資金使用方面係取得良好嘅效果。咁綜合而言啦，嘉里物流公司喺成本費用啦，同埋資產營運入邊係形成咗一個合理嘅規劃嘅。咁之後就係到我哋嘅短期變現能力啦。短期變現能力咧，主要分為現金比率啦，同埋流動比率啦。咁雖然現金比率咧係下降咗啦，但係流動比率咧係上升咗嘅。咁即使流動比率係上升咗啦，佢亦都未達至行業嘅最佳水平，即係2:1嘅水平。咁就顯示到嘉里物流公司咧係容易受到流動負債過多啦，而導致嘅周轉困難。而現金比率咧，亦都顯示到嘉里物流公司係未能咁有效運用資源嘅。綜合而言啦，嘉里物流公司嘅流動資產係難以償還短期債務嘅。跟住落嚟就係長期償債能力方面啦，喺2020年嘅債務與資本比率係75.19%，而2021年就係93.92%，係上升到19%有多嘅，表明咗公司能夠運用更加多嘅借款啦嚟到營運。而2021年嘅利息保障倍數咧係23.19倍，係比去年上升1.5倍有多，代表咗可以通過營運利潤嚟到去支付利息嘅費用嘅能力咧係比較強勁嘅。因此，償還長期債務嘅能力咧係比較高啦，保證程度亦都比較高，償付利息嘅能力亦都較為穩定。接下嚟就係投資回報率方面啦。2021年嘅每股盈利係大1.84元，喺圖中都見到啦，係比2020年高出1元有多，代表咗派發利息嘅能力咧係比較高嘅。而每股盈利較高啦，亦都可以刺激到股價。另一方面，呢一樣嘢對投資者嚟講的確係一個好消息，並且亦都可以幫助到交易者啦，確定公司嘅股票價值以及增長前景，對公司嘅信心度係大大增加嘅。總結，可以通過到資產嚟到去創造利益嘅效率咧，係比上年上升咗嘅，亦都冇過度嚟到去運用非流動資產嘅情況啦。因此，管理能力係呈上升嘅狀態，而償還長期債務嘅能力咧係有較高嘅穩定。相反，短期變現能力就第二最佳嘅水平。另其中一個方面咧，就係支付關聯公司嘅費用咧過多啦，導致流動負債咧急速增長。所以我哋建議可以妥善嚟到去利用流動資產以及流動負債。總括而言，公司嘅財務狀況係呈上升嘅趨勢。
之後就到了強弱肌危分析的部分，在下一版可以見到優勢，例如有擁有多式的聯運，劣勢方面就是應急的能力還未成熟，機會就是善用了通訊網絡發展，而威脅就是直接對手的增加。在下一版可以見到有優勢，第一個優勢就是廣泛的服務範圍，包括多元化的增值服務來採購，都是其他公司所沒有的服務，例如重新包裝、暫存、預約送遞等。而第二個優勢方面就擁有靈活多變的多式聯運，顧客可以採用空、海、陸路去選擇不同的形式去節省貨運的時間。而第三個優勢方面可以見到是有優質的貨運服務，只需要單一的運費率和文件，而其他的報關代理全部都是交你去全權負責的，因此顧客可以用最簡單的手續模式去獲得物流服務，都可以令顧客即時追蹤到貨件。而第四個優勢方面就有專業的報關代理聘請具有多國語言能力的專才，而這些專才都是熟悉住全國或者一些當地的一些貿易條款的，所以都可以見到報關的代理覆蓋面是很廣泛的。跟住就到劣勢嘅方面啦，加利物流嘅應急應變能力未能成熟啦，譬如話喺疫情期間有啲物流受到限制啦，又或者物流咧未能如期咁樣到達啦，咁加利物流而未能即時咁樣作出回應，所以導致到呢個嘅物流運輸成本上升啦，又或者係加利物流嘅顧客覺得加利物流嘅服務質素咧未能較好，所以喺資訊呢個數據都可以見到啦，分佈嘅益利係從2020年嘅上升8%跌至2021年嘅下降29%嘅，咁所以總結咧就係加物流是未能有效地管理及高效地解決業務的損失的。咁跟住之後咧，就係機會嘅方面。咁機會方面咧，就係加利物流咧可以善用呢個通訊嘅網絡發展啦，因為而家嘅網絡都非常方便啦，同埋收貨點都覆蓋各處，就促進咗呢個嘅網購嘅盛行啦。而網購嘅盛行咧，其實係離唔開快遞啦，又或者家居送貨等嘅物流服務嘅。咁所以咧，如果加利物流捉住呢一個網購盛行嘅呢一點，跟住提供啲更加多優質同埋更加完善嘅物流服務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帶動加利物流嘅物流發展嘅。咁跟住就係威脅嘅部分啦。咁威脅嘅部分就係加利物流嘅直接競爭者增加啦，咁佢哋都係一啲專業操守又或者熟悉國際慣例嘅國際物流公司，咁可能佢哋嘅服務覆蓋度比較高啲啦，咁所以導致到咧對呢個加利物流係造成威脅嘅，咁譬如話係一啲敦豪嘅國際速遞啦，又或者係勁達物流等等。咁跟住之後到下一版啦。咁下一版我哋就會講下呢個可持續實踐持份者啦。咁啱啱上邊頭先都提過。強弱肌危分析的劣勢和威脅入邊咧，其實唔單止係加利物流本身去解決問題啦，亦都可以持份者一起去參與，一起去協助加利物流去改善或者舒緩問題嘅。咁我哋而家就睇下持份者有邊幾個啦。咁持份者方面有股東、客户、員工。咁首先講下股東同埋客户嘅方面先啦。在股東和客户的方面，首先股東方面他們會獲得清晰和準確的加利物流財務報告，從而去評估投資加利物流的風險和回報，從而作出投資的決定。譬如說當股東越高越多，加利物流籌集資金就會越來越多，就有友善地去幫助他們去組織這個危機處理組，從而去舒緩剛剛危機處理組這個劣勢，這個應急能力未能成熟呢一個問題嘅，咁而喺客户方面啦，加利物流都要重視客户嘅滿意度啦。咁喺啱啱嘅強弱肌危分析都有提到啦。咁客户可能覺得服務質素未能較好喎，咁所以加利物流最重視呢個客户嘅滿意度啦，以建立互信同埋長久嘅關係嘅。咁加利物流可以通過網站啦，又或者係一啲熱線服務咧，以及時咁樣知道，原來顧客係有啲咩需求，又或者佢哋會覺得加利物流有啲咩地方需要改善咧，等等嘅。咁跟住之後就到員工啦。咁員工係為加利物流創造呢個生產力啦。咁其實員工都可以作為加利物流嘅一個競爭力，從而去啱啱嘅威脅都有提到啦，加利物流嘅直接競爭者增加，咁就去對抗直接競爭者啦。咁如果加利物流想挽留精英才幹咧，就要需要維持較高嘅薪酬同埋福利嘅水平。然後就到了建議方案及執行細節啦。在第一個建議方案方面，我們就建議加利物流建立危機處理組，最主要的目標是為了應對外部的威脅或者外界爆發的緊急情況。主要聘請的員工方面包括了人力資源、電子科技、公關處理方面。而
而主要想要应对的情况就包括了新冠肺炎、近期出现的流感、资金链出现问题，又或者一些公关危机。例如当外界爆发了对加利的不利消息的时候，危机处理组当中的公关人员就可以及时作出一些回应，减省投资者顾客方面的一些忧虑。然后在下一版里面可以见到危机处理组的包括的方面，包括了人力资源、电子科技、公关、财务管理、服务管理以及法务。然后就到了第二个建议方案了。第二个建议方案就是增加专业的人才，主要的目标是为了针对内部因素去应付竞争对手丰富的国际经验。在员工方面可以聘请两方面，一个是从外部聘请具有更多国际视野的人才，包括了一些高端的一些物流服务，例如一些艺术品方面的运送熟悉方面的人才。而从内部方面就想要培训内部员工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主要的方法就包括了审批顾客、聚焦小组、面谈访问、问卷。在问卷那里我们都知道加利物流的人才方面还尚可增进，所以因此增加了这个提案二，这个增加专业人才。然后在下一版那里可以见到详细的一个执行截图，包括了组织危机处理组、聘请人才、培训内部员工、面谈访问和审批的顾客和审批顾客计划。而在第二个方面，就是聘请人才，在2023年会招聘轮选雇用人才，2024年正式投入生产。然后在下一版里面可以见到详细的一个计划预算，包括了员工方面、客户方面、其他方面以及建立危机处理组方面。例如其中的危机处理组方面，部分的资金是用作猎头公司去向外招聘的，然后部分资金是用作猎头公司的佣金部分的。咁跟住就係結論啦。首先，第一，加利物流可以致力於改善劣勢同埋持續發展啦。咁持續發展，譬如話喺強弱機器嘅優勢入邊啦，都有提到加利物流嘅服務性廣泛啦，以及有一啲其他公司冇嘅服務，譬如話重新包裝啦。咁加利物流咧就可以去改良呢一個服務，又或者係將呢個服務再擴展啦，從而去吸引顧客嘅。咁第二項啦，咁就係提高自身嘅競爭力同埋提升自身嘅應變能力啦，從而去即時對於客户的一些回應，作出客户的需求作出回應，還有就避免這個客户作為這個公司的轉換。第三就是組織危機處理組和培訓人才。組織危機處理組其實都是去即時去回應一些突發的情況的出現，從而去處理一些問題。而培訓人才方面，不單止是多國語言的人才，更加是一些有一些國際視野的人才，從而去提升加利物流對國際物流嘅一啲認識嘅。咁第四個啦，就係通過呢個問卷調查去改善自身嘅缺點啦。咁首先通過問卷調查，加利物流就可以知道客户究竟對服務有啲咩意見，又或者有啲咩需要改善，又或者咩漏，又有冇啲咩漏洞咧？從而加利物流可以通過呢個問卷調查啦，就可以即時知道呢啲漏洞啦，從而去即時咁樣去改善自身嘅。咁以下咧就係我哋一啲市場報告啦。咁市場報告其實咧，大部分咧加利物流都係收到一啲正面嘅回饋嘅。咁譬如話就係呢一項啦，第七點，會唔會使用加利物流嘅一啲服務啦？其實都有50% 嘅人會使用加利物流嘅服務嘅。但係喺同時咧，推廣方面就相對其他方面嚟講咧，有啲改善嘅空間啦。我就可以見到呢個第十題啦。推廣方面咧，其實咧滿分係5分啦。咁加利物流其實咧，佢係攞咗40% 嘅，即係未過半數啦。咁即係話加利物流可以喺推廣方面再多加改善啦。譬如話喺啲國際刊物上面去刊登一啲廣告啦，從而去令到更加多嘅國際人流知道加利物流嘅一啲國際嘅服務啦，從而都其實都可以打開加利物流嘅國際知名度等等啦，從而令到一啲國際人流覺得原來都可以去嘗試或者去選擇加利物流嘅服務嘅。咁我哋嘅就係咁樣，而家就到問答嘅環節。或者我問第一個問題先啦嚇。頭先我聽到同學講咧，就話因為見到有好多同關聯公司嘅交易，所以呢個關聯公司嘅交易咧，對公司嘅營運啊嗰啲嘢係一個負面嘅一個睇法嚟嘅。我想睇下同學究竟點解會係有呢個觀點？係，首先多謝你嘅問題啦。咁我哋一開頭首先我哋睇翻我哋報表嗰度咧，係話支付關聯公司嘅費用過多啦，所以就會導致到佢嘅一個負面嘅情況啦。咁其實我哋嘅方面就係因為關聯公司其實係公司入邊佢有唔同嘅費用啦，咁係關於公司嘅，咁我哋希望就可以
節省到一啲咁嘅關於公司嘅費用啦，咁樣從而就可以令到佢嘅利潤方面係會上升到嘅。所以我哋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可以改善嘅地方啦。嗱，咁或者我分享俾啲同學仔聽啦。咁呢個就其實冇乜關係嘅，因為咧嘅俾關聯公司嘅交易咧，因為我哋有唔同嘅一啲點樣嘅 common shareholder 嘅股東啦。譬如話如果我哋接香格里拉嘅生意，會有一個關聯交易。我哋用順豐嘅飛機會係一個關聯交易，但係呢啲咁嘅關聯交易嘅金額咧，其實咧有時咧係啱調翻轉。你越多，只要佢係一個所謂嘅一個市場價、一個公平價去攞咧，其實可能係更好啊。即係話咧喺你嗰個集團裏邊做到嗰個協同效應咧，係會更高嘅嚇。唔該曬。我想了解一下同學仔，我見到你講緊有個神秘顧客計劃啊。咁我自己個即係瞭解啦。咁嘉里物流好多客户咧，都係一啲比較大啲嘅公司嚇，即係相對佢比較做嗰啲所謂嘅零售業務嚇。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點樣喺嗰個神秘顧客嗰個計劃入邊可以幫你去攞到一啲即係嘉里物流主要客户嘅一啲？即係所謂嘅客户體驗咧嘅情況咧，咁呢個可唔可以再深入分析？因為喺神秘顧客方面啦，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嘉里物流嘅一個業務啦，都包括咗一啲快遞嘅，所以咧可以透過呢啲神秘顧客啦，可以邀請部分嘅人啦去作出一啲觀察啊，觀察一下嘉里物流嘅一個內部員工係如何噶啦，再睇下佢哋嘅一啲詳細嘅表現是否可以答到顧客方面嘅問題啦，從而咧得知到去嘉里物流嘅一啲部分方面嘅體驗啦，就例如你喺客戶服務嗰度啦，你問嘅問題嘅話，如果佢答到你，即係其實都係可以上算妥佳嘅。想問一問同學咧，即係你個提案一就話建立危機處理組啦，即係你聘請人手、估計方面人才。其實我想問咧，嗱，當然啦，要有危機嘅話咧，咁就佢哋處理。但係佢平時咧，你等等請班新同事嚟專處理危機，但係平時佢哋冇危機處理，咁佢哋有啲咩特別工作其實？如果平時冇都可以見到包括人力資源電子科技公關處理啦，因為啲通常要聘請都係聘請業界裡面嘅精英人才啦。如果當平時佢哋冇嘢做嘅時候，佢哋可以幫手公司裡面日常業務啦。就例如其中嘅一啲公關處理啦，公關處理可以配合翻日常嘅一啲公關啦，發出一啲公告呢啲都係可以配合翻日常嘅，而唔驚平時冇嘢做噶嘛，因為佢哋都係一啲較精英嘅人才。如果真係要聘請嘅話。但你應該係咪話假設就個你要睇到個部門缺咗人，你先會請嚟處理危機。譬如救人嘅話咧，咁你就唔會額外請人去處理危機嘅，係咪咁嘅意思其實係？其實都唔係嘅，都係要放翻一個應急嘅喺度嘅，因為你唔可以話一間公司一年365日都係冇危機喺度嘛，所以都係。有個危機處理組喺度，要應急翻相關嘅情況咯，都係。因為學校，譬如我學校的情況，平時就唔會特別請人嚟處理，通常就現存嘅同事有危機抽出嚟，佢哋去管理。所以點解問就係，如果你譬如平時個部門人手夠嘅，另外再請個人翻嚟話專處理危機，但係如果冇危機嘅時候，我就想問點解咁嘅情況，佢會有咩組咧？部門已經夠人啦，其實。其實危機處理組，譬如話啦，其實危機處理組唔單止係一啲重大嘅一啲危機，譬如話啱啱講緊疫情啊，又或者流感方面啦。咁其實咧，其實我覺得危機處理組都有啲譬如話嘉里物流其實每一個細小嘅服務，其實譬如話顧客投訴啊，而喺嗰個部門方面係未能處理嘅時候，咁其實危機處理組嘅同事其實都可以幫忙咯。因為其實性質一樣，但係只係疫情係比較大一啲嘅方面啦，而呢一個嘅。其實唔單止可以去處理疫情嗰邊嘅關係，咁其實都可以去處理翻日常嘅一啲，譬如投訴啊，又或者係一啲譬如話一啲物品損壞同供應商入邊有一啲矛盾之類，都可以去化解嘅。